高原等在监狱放风时狂唱《监狱风云》主题曲的桥段，多少勾起了一点观众对过往经典的追忆，但这也没能抵挡住其后克伦·刘德华、钢铁侠等对近年来好莱坞视觉大片的模仿带来的不适感。一部剧情片最该注重的故事环节至此被彻底变成了串起这些光怪陆离的各色国品的圈子。有趣的是，这些明星们描述出演的片的经历时毫无另外地用了开心两个字，反正不管随便怎么拍导演都会二话不说照单全收。